上期说我被法拉利拉入黑名单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还得拉一台法拉利。不是别在设计感，兄弟们，前两天拉那个 F12， 它比原厂标注的可低了好几十匹。今天这不一样 ，F12 的下一款812，这大哥说他不服气，而且他也给我做个游戏，他要让我猜一猜他的车到底能拉出来多少匹。如果我猜的对，春节期间啊，如果猜的不对，我可能教你们三招，凭空判断一台法拉利到底有多少匹。第一招，先打开机舱看看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。大原厂完全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第二步，去听它的排气，80%是原厂。这个时候，第三步是什么？它是没有改过排气的，完全没有辣眼睛，我还觉得挺清新。刚刚那三招已经印证这台车没有做任何的改装，我猜它最多拉出来是750，咱现在就装马力机，验证一下我猜的成绩对不对？来，老金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马力机已经装好了，坚决不看那画面。来，老金开始拉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样的曲线，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哎，我才750匹，上下浮动5匹以内，我现在能打开了吗？啊，哇，看着没有，752.78。就猜马力这个事儿，没有对手。就你们那什么奇奇怪怪的小改装车，都开过来，让我来猜。哎呀，我猜的也太准了，等你们来哦。